重构一事，数据接入已启动。真奇怪，为什么每个人都认为我会赢？就连我也不例外。自动机已出动。怎么我就接不到蛋糕厂商的代言呢？这是一台会咬人的飞行器。集合，第一击破，只有我能做出这个动作。你已击破对方进行智能。我方简谐智能失去响应。一份影的形体。哼，要是被刀刃咬住了，那可不妙了。我方简谐智能失去响应。你已击破对方简谐智能。会咬人的飞行器。只有我能做出这个动作。无人可挡，甚至不需要接号来第六的。要是被刀刃咬住了，那可不妙哟。简谐智能失去响应。这些刀刃是一个你的形体，只有我能做出这个动作。对方简谐智能失去响应，我方简谐智能失去响应。无限重构之日。击破 Rack 七的机动性也是无法预测的。没有人能在这锋利的风暴中生还。被击倒，我方简谐智能失去响应。 Rack 七的机动性也是无法预测的。你已击破对方简谐智能，
上演一时。没有人能在这封印的风暴中生还。这些刀刃是一对你们的形体，没有人能在这封印的风暴中生还。方剑寒，这些刀刃是一对你们的形体，击破对方剑邪智能。没有人能在这封印的风暴中生还。盛宴伊始，终结。进攻巨构主序，这个刀刃击破对方剑邪技能，重构主法，连续击破会咬人的飞行器，对方剑邪智能失去响应。这些刀刃是一对你们的形体，没有人能在这封印的风暴中生还。这些刀刃是一对你们的形体，没有人能在这封印的风暴中生还。人的飞行器连续击破，对方剑邪智能失去响应。这些刀刃连续击破，没有人能在这封印的风暴中生还。开始撤退，要是被刀刃咬住了，那可不妙哟。对方剑邪智能失去响应，对方剑邪智能失去响应，盛宴没有人能在这封印的风暴中生还。终结，连续击破，要是被刀刃咬住了，对方剑邪智能失去响应，我方剑邪智能失去响应，终结。这些刀刃是一对你们的形体，没有人能在这封印的风暴中生还。这些刀刃是一对你们的形体。这次升台会咬人的飞行器。我方方尖塔已失效，没有人能在这封印的风暴中生还。这些刀刃是你的形体，要是被刀刃咬住了，你已击破对方剑邪智能，连续击破，我方剑邪智能失去响应，对方剑邪智能失去响应，重现重构之日。只有我能做出这个动作。终结，发起进攻。Rank 7的机动性你是无法预测的。
飞行器。对方开始撤退，已失效。我方三尖塔已失效。这些刀刃是一个你们的形体。开始撤退，请求集合。要是被刀刃咬住了，那可不妙哟。请求集合。这不是一台会咬人的飞行器。重构主宰。集合，收到。这是一台会咬人的飞行器。我方方尖塔已失效，对方简谐智能失去响应。